早前袁伟豪参演的剧集《反黑英雄》播出之后，就再次被网民说他极速衰老，比起真是生仔的老婆张宝仪，看落仲攰啊！对于有网民说《使徒行者二》的天堂哥是他的颜值巅峰，袁伟豪曾经忍不住回应说，天堂哥已经是七年前，老都是正常。而日前袁伟豪对这件事又有回应，说灵魂不崩坏才是重要。袁伟豪全盛时期的确是好靓仔，所以都绯闻多多，但只是公开承认过三位女友，分别是舞台剧演员马培斯、12年港姐兼最上镜小姐岑杏妍，同16年港姐兼友谊小姐而家的老婆张宝仪，又曾经同落选港姐邱永恩传过绯闻，所以被称为港姐收割机。